近年 TVB 花旦好似胡杏儿、钟嘉欣、岑丽香相继离巢结婚生 BB。TVB 急于推小花上一线，当中2015年十优港姐麦明诗卸任后工作机会不断，但呢日传出佢拒绝再做亲生女。现年27岁嘅麦明诗当年参选港姐嗰阵时，挟英国剑桥大学法律系毕业兼十优状元之名大热夺冠，其后在 TVB 获大量演出机会，明珠台英语节目《讲生活讲享受》和《明珠生活》担任主持人。2016年8月飞往巴西里约热内卢采访报道里约奥运，刚过去11月19号台庆未见 Luisa 踪影，开始引起外界关注，连日来只是见到她分享冲绳靓相，亦在 IG 提到自己心情低落，故请假一个月旅行休息。有指 TVB 早就找他倾续约，但是在去年美国考获执业律师资格的 Luisa 希望有更多私人的时间，故兼他续约做亲生女，改签一年一搜的合约。我们就这件事联络过 Luisa， 但截稿前还未有任何回复。